拉法的。好，首先呢，要先感谢热心的网友陈大在罗卡的 YouTube 上面留言给我这一项最新的讯息哦。那罗卡其实呢，今天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，这个 Facebook 大概也是只要有关于 Switch 的版面，大概都被这则新闻给洗版的。所以呢，非常的兴奋哦，因为这个片头的部分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罗卡拿了一个纸箱哦，厚纸板的东西，就跟今天的新闻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如果有在追 Switch 最新新闻的您啊，一定已经知道这个新闻了。这个的话就是 Nintendo 呢，现在要出这个 Label，Nintendo Label， 它是用这个厚纸卡呢，把这个组装起来的厚纸卡的模型，可以插入这个 Switch 的主机跟 Joy-Con 哦，做出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哦。里面呢有这个钢琴啊、摩托车啦、钓鱼啦，然后包括这个机器人的背包等等哦，非常多的变化。然后在这里面呢，其实罗卡感觉到一个非常感动的地方，就是说啊，其实 Switch 的主机上面功能是非常的多样化的，包括这个触控面板的功能哦。那当初罗卡在发现这个触控面板的功能呢，就是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没有游戏是有做搭配的？终于在这一次的 Nintendo Label 里面呢，这个平板居然完整的去支援到它的里面的游戏了。然后这个绝育康可以透过跟这个纸箱的创意结合呢，变成 Toy-Con 啊，所以说非常的有趣新奇哦。然后呢，现在的影片当中呢，大家看得到的应该都只有一些片段而已哦。详细的影片呢，大家可以点上面或者是资讯栏里面呢，会有这个原厂的影片哦。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Nintendo 新出的这个跟厚纸板一起来组合做互动的这些新游戏哦。游戏的价格呢，大约折合不管是日币啦还是美金的这个价位呢，折合台币大约都是在2000元。上下哦，希望到时候进来呢可以更便宜一点，好，让我们以优惠的价格能够入手这样子的游戏同捆包，包括这个纸板跟它的同捆的游戏哦。好啦，相信这个游戏的同捆包呢，还有这个创意的玩法呢，应该又会带来一波这个 Switch 的玩家哦。那大家一起期待吧。发售日期是4月20号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那也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罗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